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嘟嘟霜，然后利用嘟嘟霜跟刮板按摩。那主要嘟嘟霜因为里面有添加法国深海海藻的部分，所以本身它就有修护的功能，又可以保湿。那我们就先挖一点，然后涂抹整个脸。利用刮板，先在耳旁边刮，这边刮跟这边主要是可以先代谢掉一些不好的东西。现在接着我就先按摩我的眼睛的部分。那平常我都是会早上也做，然后睡前也会。按摩一次。那如果你早上没有时间的话，就是其实你就是可以利用睡前的时候，就是帮脸部利用刮板做些按摩，不但嘟嘟霜会变得很好吸收，然后也可以就是同样可以小脸又可以做拉提的动作。你看脸很快就红了。所以每天我大概就是用这个方式，很快嘟嘟霜就会被吸收喽。有空你也可以试试看。谢谢。